妈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不想连，挂了。还想着西西呢？他要知道你现在混成这样，不要不死。啊，西西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因为爱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，我要的也给不了。现在应该做个结婚。哎，我就说他做的挺好的。哎，怎么又在偷懒？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给我走人！对不起啊，老板。吃个药，别跟我找理由，吃药出来吃。你要是让客人看到了，我扣你工资。是吧？喝点水，慢点吃。张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累的。我不这么累，怎么跟你讲啊？对，这个给你。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上次看你在人家柜台站了很久，所以我就偷偷买。谢谢你。这才一年没见，怎么成这样了？一无所有，满脸沧桑，不就是我这种女人该有的结局吗？怎么，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好的，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？别这么幼稚可以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可我就是想知道，你当初为什么那么狠心的离开我？那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，可以吗？还没到晚期，但是手术的话，治好的可能性也不到一半。如果不手术，你只有两年的时间了。原来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我之间没有谁对不起谁。没有谁欠谁的。庆幸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你，但也遗憾不是你。老天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以后各自安排。真的，让我陪着你好吗？不管你的治愈性能有多大，不管你以后的时间有多少，让我陪着你好吗？把我们未做完的事情做完。对于你的一切，如果给你打伞不算有诚意的话，那我就陪你一起淋雨。你就不怕以后后悔？我现在最后悔的是，我来晚了。你的温柔如此的张扬，也让我如愿以偿。